长方形，这旁边还有一点点白色的圆，太小了吧？嗯。好不好意思哈，因为我在照我们很帅的一眼，哇，他在吸面条，那是面线，那是面条，面线线是很细很细才叫做线，那这一条，我这是手吃。哦，哇，有一个很大的白色的鱼。真是很好吃。你在学校也有吃面线啊？那有吃白色的面线吗？啊，是干的还是汤的？是像这样很多汤吗？哇，今天毅毅又吃煎饼，然后又吃面面，然后又长胡子。因为要吃面面才会长高。还会长高哈，太好吃了。我要这样才不会饿啊。好，那你专心吃哈。